婷东的死，我们暂时还不能对外公开。婷东，你为我孤零零的躺在这个病房这么久，又因为我的出现而丧命，最后都不能以自己的名字下葬。 这一切的一切，源头都是因为我。我该怎么样才能赎罪？ 廷东的死，也不能全怪你。他自愿的也好，被迫的也罢，从他抽大烟、跟那些人一起走烟开始，就已经奠定了。那些人丧心病狂，他早晚都会出事情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让廷东安息，为我们向家讨回一个公道。 小姨，奶奶有跟你说过，当年我爸妈有一份药物提纯技术的手稿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我需要这个东西，去帮我完成一些事。行，既然是你爸妈的东西，等妈醒了，我帮你问问。谢谢小姨。 那我先去医院看叶然了，去吧。妈。 行东的事情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李博，程小姐。 请跟我来。原来叶然逆风之举，纵有烧手之患，也要完成的事就是这些。不管是在云州，还是来唐城，这些年，他一直孤注一掷要完成的事情，就是要将这帮于国不忠、于民不义的狗贼连根拔起。李博。 这些是邓大海和八公的一部分罪证，仅凭这些东西还不足以彻底铲除他们，但我不能让叶然白白的躺在医院。请您将你们完整的计划告诉我，叶然没有做完的事，我来替他完成。 给你盖着点，别着凉了啊！啊、嗯，腿没事吧？没事。妈，别再看了，啊、嗯！报应，都是报应。 您别这么说。婷东这件事情，我也有责任。 您把我带回乡家抚养，可如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都是因为我。主要因为那些大烟，以及背后那些人。长诚啊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。孩子，我在你房间里。 放了一样东西，那是你父母当年留下的，是研究药物提纯技术方面的，也是时候该留给你了。那些坏人，他们会有报应的。我的日子不多了，我最后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你们都能平平安安的。 好不好，奶奶？谢谢你。 老夫人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林氏夫妇的手稿送到了孙少奶奶屋里头。好、哦，这个我已经保管了十多年了，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吧。只是我这罪孽，怕是没机会再赎了。从前你和八公合作，是因为向家被逼无奈。 这么多年来，您积德行善，若云大小姐不会怪您的。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我，真是报应，真是报应。老夫人，我扶您回屋休息吧。 叔，小翠。 妈的身后事已经办好了，叶然也还没有醒。现在向家就剩下我们了，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小姨，你别担心我。经过了这些事，我自然不会再莽撞行事。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，带我一个。小姨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要做的事情，应该需要帮手吧？ 确实，要对付邓大海不容易。邓大海，正好，他的新仇旧恨倒是可以一起算一算。看来，我们需要一个帮手。一个怎么够？原来邓大海把麻黄全部堆积在这儿。 尽是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看来是时候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了。我们要把这所有的麻黄转移到向家的仓库，嗯、还需要一定的人手。放心，有我们呢。你们三个怎么够？人手这方面就交给我吧，一应俱全。好，那我就跟肖小姐一起把麻黄运出去。我留下善后。嗯，不行。 我们这么多人行动，总归会留下动静的，这是个问题。万一邓大海发现了，这件事情就白费了。得去搞定附近的安保，还有巡逻队。十三少，我这个会馆可是有规矩的，该不插手的绝不插手。再说我十三少是一个讲原则的人，所以这件事儿我绝不能参与。 谢谢大家了，谢什么？多有意思，啊，是多有意义。把麻黄运上车，就赶紧撤离吧。真的都搬空了，假的也运进去了，以防万一，我陪你一起运到目的地吧。嗯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那个，十三少，嗯，今晚的事情就交给你解决了。今夜，会无人知晓。 怎么了，十三少？来来来来来，一会儿啊，你要把小兰安安全全的送回家。总之，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，她的人身安全你要全权负责。放心好了，十三少，看着就可靠。好，行，那小兰，我都交代好了。 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吩咐啊！嗯，好。嗯，大小姐放心，里面我已经处理好了，看不出来任何破绽。那几个守卫醒了之后，他们也不敢担这么大责任。有人来了。 晚上天这么冷，让我一个人来偷秦老板的货，挨打的人是我。敢缺德是的人，何秘书，这个小兔崽子，早就想揍他。大小姐想怎么教训？ 打成这样了，他们怎么知道啊？还不快追啊！呃、是。 你进去。来，小姐。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可能是刚才跑太快，脚有点磨破皮了。 你干什么，大小姐？让我背你回家吧，行吧。 鞋跟都已经坏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扔了，还要带回家呀？大小姐的东西怎么能随便乱扔呢？最近发生挺多事情，如果可以一直像现在这样平静就好了。会的，大小姐。 萧小,小姐，怎么会想到要跟我喝酒？敬你的慷慨仗义，也谢谢你数次不计前嫌的出手相助。等这件事落下帷幕，你再谢我，再跟我好好喝一杯吧。嗯、这个是这个月伏击会的邀请函，你能不能扳倒邓大海？ 就看明天了。怎么了，小小姐？明天八公也会参会。虽然你向他递出投名状，但他太过多疑，我还是很担心。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小小姐，这是一个风花雪月。 歌舞升平的世界，权贵富贾纵情享乐，这是他们的盛世。可这个盛世是建立在无数百姓的噩梦之上。这所谓的盛世，能拆一面墙，我绝不会只毁一块砖。 你之前说我跟叶然像，其实你才是那个跟他最像的人。我哪里跟他像了？大概是夫妻像吧。你知道吗？ 他看你的眼神，很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嗯，跟看我的不一样。程程。 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其实我对一点都不喜欢我的男人毫无兴趣。干杯！ 我确实有个双胞胎兄弟，我母亲向如云二十几年前离开了向家，没有人知道她生的是一对双胞胎。娘亲啊，想跟小然一起生活，所以才离开家来到这里的。 竟然让一个女人加入！你之前一直骗我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女人怎么了？八公想要的东西我能给，你能吗？我今天弄死你！今天谁死,死还不一定呢！邓大海，今天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 谁很重要？我确实有一个双胞胎兄弟。弄死你！想跟小然一起生活？我们兄弟俩长得一模一样。母亲，对不起。 李波，我们在云中努力了那么多年，就为了揪出那些祸国殃民的人，将他们连根拔起。不仅仅是为了廷东，更是为了那些被毒烟祸害的唐城百姓，一定要把他们铲除殆尽。 尊少爷，您什么时候醒的？长城去哪儿了？您的身体还没有好。说。烟雨楼。烟雨楼。尊、哎、少爷。长长。嗯嗯嗯嗯。 肖老板，八公人还没到呢，海哥怎么自己先庆祝起来了？告诉你也无妨。听说了吗？八公最近有笔大生意要做，你看他身边还有谁可以用？不就只剩下我了吗？我只是个提供厂子攒局的人，你们的生意。 我可不关心。也是，小老板一介女流，只管风花雪月就好，哪里听得懂男人家的买卖？那就祝海哥心想事成。嗯。你怎么穿了一身黑呀、啊？新鲜林的老板娘。 日日歌舞交际，可不能穿这么素。最近天气不好，没什么心思打扮。今晚怕是要下雨、啊。 行了，你先跟我离开。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好，该立刻离开的是你。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但是你先跟我离开，我们一起回去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听我的，听我的。欢迎二位。 程澈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可没邀请你啊！八公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 到底耍什么花招、啊？这个场子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先说话了？大公，他们俩是夫妻一伙的，你想想，他们出现以后，我们出了多少事儿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啊！寒山有他的本事，我很欣赏。程小姐。 也有他的特别之处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？他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八公心心念念想要的东西，我做出来了。现在。 够特别了吗？随便拿出个破玩意儿，当我是傻子吗？你居然敢骂八公是傻子，那我就斗胆替八公打一巴掌。 <我 S 1> 嗯，果然是林氏夫妇的女儿，这货跟之前的就是不一样啊！你是林允生和沈婉音的女儿。嗯，南洋的客户对货的,货的质量要求很高。 大海，你那批麻黄都交给程小姐，你跟寒山好好配合他。大<说>哥，海、哎、哥，出大事了！出去说。 跟八公吃饭吗？你跑来说我什么没偷？真出大事了，我们麻黄被人偷了，不知道是谁干的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谁干的？哥，前两天我们仓库仓库被人偷了。前两天的事儿，你他妈现在来告诉我？啊？我我被人打了，我刚从医院出来就赶过来了。 没做手术，寒山，我麻黄丢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海哥，我在医院里面躺了好几天，刚醒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那就是你。 海哥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八公本就打算让我把你的库存给提取出来，我多此一举，有什么好处呢？装他们什么蒜？不是你们还能是谁啊？海哥。 东西丢了，一起解决，一起想办法。别这么激动啊，老公，你是不是也不信我？<laughs> 你们都不信我，你们都他妈不信我！ 要不是八公讨厌兄弟内讧，希望我们好好合作，我真的会崩了你。你我,我八公八公，他都敢当着您的面开枪了。八公，俗话说，打狗都要看主人，我一直忠心耿耿，他今天当着您的面。 都不管吗？忠心耿耿，海哥。这帽子用的织缎是南洋的海岛丝绒。 谁送你的？海哥是有南洋的朋友吗？百货商场买的，是吗？